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社交媒体总是在不断发展，每年从算法的更新到新兴趋势，都会改变人们在线交互的方式。那么如何确保自己从 Instagram 中获得最大收益？相信你最不想做的就是浪费时间在那些老式过滤器和 GIFs 上面了，毕竟他们不会对你的广告投资回报率 ROI 起到任何作用。然而想要获得 Instagram 10亿用户的喜爱和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，作为营销人员一定不能错过最新的 Instagram 营销趋势。一， IGTV 将于2019年正式上市。IGTV 于今年6月推出，它是专为移动用户设计的全新视频平台。